来试看看就好，这几种化妆品真是贵到无法想象。发兔带你看看世界上最贵的三大化妆品。第三名 Parmesan Fantasy 香水，不得不说这款香水的外观是真好看，据说它是为了搭配维多利亚秘密内衣秀所推出的，瓶子外身有黄金钻石色镶嵌，而且上面还镶嵌了一只美丽的蝴蝶，看起来十分上档次，不过就是价钱有些昂贵，售价为306万元。第二名 Dake White 璀璨金苹果淡香氛，好家伙，看到这款香水的外包装就能感受到它强大的气场，瓶身配有专门的水晶底座，整体镶有14颗白金、2700克钻石、183克蓝宝石和2.43克金丝雀钻，极为珍贵。它的售价为630万元。这发兔需要存多少钱才能买到啊？第一名 Encounter Beauty 社会名流。说实话，发兔光是看到这款化妆品绚丽夺目的外观，就已经明白它价值不菲了。它是由一支口红和一支睫毛组成，罐身镶满了施华洛世奇水晶钻石，看起来非常的奢华。它的售价为855万元。啊，真是贵呢，买不起啊。